这里能还原你真正的美，快点过来呀。太棒了，我的外貌有救了。前面怎么还有个人？他看着好邋遢呀，这么一对比我还蛮年轻。美貌我来了，我也得赶快进去。哇塞，好高级啊，这里的设备看着都非常新，看着很靠谱。欢迎光临，你们好啊，你们先躺在床上吧。好的，全靠你了。哼，居然比我先一步，我先给你做一个。糟糕，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请稍等我一下，我去接个电话。这个大胖子居然睡着了，店长小姐已经走远了，不会醒吧？嘿，快点起来，快点醒一醒，睡得可真是沉啊。我要帮你变得更加丑陋，先给他重塑一下五官，应该给他加点什么呢？有主意了，这是五官大全，先给他挑一个眉毛，选哪一个比较好呢？就你了，先给他放在眉骨的位置，全部贴好，再给他挑选一个眼睛，就你了，这个眯眯眼看着就很小，会让他变得更加丑。这个鼻子和猪鼻子一样，赶快给他安排上。看嘴巴，就这个了。现在他是世界上最丑的人，还是不够丑，赶快把这眉毛拆掉，换上另一个。还有这个眼睛，用上巨人的眼睛，还有这个鼻子和嘴巴，通通换掉，用这个超大鼻头。这个地包天的牙齿也给他安排上，真是越来越丑陋了。我还是想让他变得更丑一点，继续给他换鼻子，然后换这个嘴巴，还有这双斗鸡眼，把这个眉毛给它拆掉，换上毛笔一样的眉毛，把之前的眼睛给它拆下来，换上这个斗鸡眼，还有这个巨厚的烈焰红唇，超大鼻子，旁边再给它添上一颗巨大的黑痣吧，完成了，真是丑陋啊。哈哈，越丑陋我越开心。终于完成了，你就等着痛哭流涕吧，我得赶快回到床上装刚醒。你好，快醒醒，是谁在喊我？你赶快照照镜子吧，快看看你现在的脸。我的脸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了？你现在的样子好丑啊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会这样？肯定是你搞的鬼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的客户？你快点给我滚出这里。走就走，完蛋了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我的脸啊。你别再伤心了，我会帮你把脸变漂亮的。先把这个眉毛去掉，还有这个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通通拿开，再用清水帮你把脸蛋清洗一下。当当，我现在帮你画眼影吧，画上紫色的眼影，还有长长的睫毛，每一根都根根分明，再给你打上漂亮的腮红。哇塞，太完美了，你的技术真好啊，你现在的衣服也该换换了，等着吧。谢谢你把我变漂亮。别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今天干了件大事，真不错呀。啊，我的脸啊。什么东西啊，好痛啊，快点给我下来，看我扯下来。天哪，我的脸肿掉了，我要去修复一下脸，救命啊，快点帮我。真是自作自受，我是不会帮坏人的。哈哈，心地善良才是最美。